百里东君，我还是第一次这么完整的听你说这些事情。哎，你这关不好过呀。也不是，若是想通了，便也能过。长风，我忽有感悟，走，陪我过上几招。啊？就是方才那种感觉。唐门之中，观师父散功一战之后，心中一直有股真气不散。方才终于找到了那股气，再来。好啊，你们俩打得尽兴，你带我一个。啊啊！拿个屁！来吧。哎，你们俩小心点啊！哎，对。哎，往上点，往上点！哎，小心点，小心点！哎，好好好，下来吧。哎，你啊，我告诉你，去后院，听着没？哎，好嘞。哎，快去吧。兄长，若风。还未恭喜兄长即将得偿所愿，迎娶嫂嫂过门啊！若风，来得正好，为兄有件事情要交给你办。兄长直说便是。你看啊，这婚礼上还有很多细琐之事，为兄实在抽不开身，所以这宾客名单还得麻烦你替为兄好好理一理。这有何不可？兄长放心即可。好，来，看看怎么样。这如今锦玉王府和那影宗便是一家人了，可真是有点令人懊恼啊。王爷，锦玉王府派来迎驾的马车已经在外面等候多时了，王爷咱们要不要？不去，就说本王有头急。王爷请留步。留什么步？本王就是不给他锦玉王面子了，他能怎么样？还能去父皇面前参我一本？让他们滚。不是婚宴的事儿，有人现在正杀往景玉王府，看架势是要去抢亲的。影宗已经派了影卫去阻拦，但看样子是没有拦下来。你说什么？抢亲？是。谁抢亲啊？叶鼎之，也就是叶云。